垃圾分类怎么画？我们可以先画出一个垃圾桶的形状，我们可以写上垃圾分类，然后我们可以在旁边画上四个文本框，画上不同的形状，我们画上一些不同的文本框。然后我们来开始给它涂上颜色，蓝色涂在垃圾两个字上，选择绿色涂在分类两个字上，我们用浅绿色涂上垃圾桶的颜色，然后我们选择一些好看的颜色给旁边的垃圾涂上不一样的线条，像这样我们垃圾分类的手抄报就已经完成了。